赶来施打高端疫苗，民众起了大早就来排队，因为第六轮打完，高端还剩约21万剂，地方卫生局也尚有库存。指挥中心开放20岁以上民众还没打过第一剂，免透过预约系统就能随到随打。我有预约了，就是下周 AZ 的。对，但是想说有疫苗就赶快先来打。我家里4个人，那3个都打，只有我1个没有打。啊，我赶快补啊！他们一直告诉我赶快去打。所以我过来打。高端施打率从第一天92%一路下滑到77%，一周以来总施打率是86%。为了解决剩余量，首次开放民众免预约随到随打，包括北市联谊5个院区、台大医院、西园医院、景美医院等开设高端门诊，打疫苗不用等。BNT 的疫苗或 AZ 的疫苗或是莫德纳的疫苗，他可能第一个认为他可能排不到，有一些族群他可能迫于他一定要去上班的需求，那他必须要尽快的有疫苗施打，他可能比较有一定的觉得自认为有一定的保护性。另外第七轮打 AZ 到9月12号，不少人期待第八轮接力，但庄仁祥说第八轮确定不提供 BNT， 校园接种安排在中秋后开打，第二波18到22岁族群则力拼9月底前开打，在持续入秋前继续把覆盖率提高。三立新闻郑信如报道。